大家好，一直以来都给大家分享扦插下转栏，用的机制呢也是非常多，各种各样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最快速最直接的扦插方法，掌根冒芽比普通的快一倍。首先我们收集这个叶片，一定要健康没有病虫害的叶片进行扦插。刀具呢，我们用酒精喷洒一下，主要是杀菌消毒。下转栏的叶片呢，这部分呢是幼稚的，中间有一个随心，我们把幼稚的削一下，把随心露出来。因为呢掌根冒芽都是这个随心，幼稚的部位是不会冒根的，所以呢给它削一个三角口。削好了之后呢，我们要放在一边晾上半天，就可以进行扦插。这样呢掌根比普通的扦插还要快。我这个是普通的扦插，就是直接把叶片插到机制里面。现在呢经过三天还没有冒芽，用我这个方法呢五天就能让它长根。给大家说一下扦插的机制，我用的是盐液计时，这种计时呢经过高温杀菌消毒，用来扦插非常好，保水利水性非常好。简单给大家做个示范，把这个伤口呢晾干我们再扦插。现在呢只不过是示范，把这个削好的下转栏扦插到土壤里面，插的深度呢插稳就行了，非常简单。然后呢用 HB101 活力素一对一千毫升的水给它喷湿，这种活力素呢主要是增强枝条的活力能力，长根能力。然后呢把它放在阴凉通风良好的地方，一个星期就能长根冒芽，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，我们稍微改变一下就能提升它的发芽力，你值得拥有。好了，再见。